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悠悠晋江水奔流入海，中原文化与闽粤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千载繁华只看今朝，此不学断金木。这是一座践行真言的城市，从立足三险起步、三来一补的闽南县城，到如今的经济强势、品牌之都，晋江经验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不断生根发芽，创造奇迹。这是一座实现梦想的城市，向海而生、爱拼敢赢的晋江人，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故事续写着城市篇章。在晋江市青阳街区，四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繁华都市景象。在这个钢筋水泥的森林中，有一片传统风貌的闽南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五店市传统街区。每天都会有众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一饱眼福。在众多闽南特色的古民居中，有一栋二层的别墅闹中取静，当地人把这种具有南洋风格的建筑叫做翻仔楼。今天这栋翻仔楼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叫苏千树，是一位祖籍晋江的香港同胞。这栋翻仔楼是他儿时生活的地方。这边呢是用我父亲的名字来当成我们这层楼的名，所以叫做晚年别墅。还有这个武功显派呢，就是我们是苏武的后代，所以我们这一路来都是供养这个苏武的。这座砖混结构的宛然别墅，坐北朝南，红砖白裙，前后有阳台突出，设计精巧，凸显了建筑师的匠心独运，如同令苏千树魂牵梦绕的宛然别墅一样。他所在的五店市传统街区，为漂泊在世界各地的晋江人保留了一处寄托乡愁的地方。建筑往往能将时间凝固，同时也常常受其所处地域的历史文化影响。五店市街区就是晋江历史文化、传统风俗的一个缩影。如今这里是福建省成片保护面积最大的闽南古厝群，堪称闽南传统建筑的博物馆。作为晋江市的发源地，五店市自唐起至今已走过1000多年的历史。唐代青阳山下已形成多个姓氏的聚落，来往于泉州城的官道从这里经过。按照当地的一种说法，唐朝开元年间，蔡姓子弟在青阳山下的官道上开设了5间饮食店以方便行人，一时间酒旗招风，饭菜飘香，声名远播，被誉为青阳蔡五店市，自此五店市遂为青阳之别称。如果说五店市是晋江百年兴盛的根，那么悠悠的晋江水就是它千载繁华的源。在西晋末年，北方战乱频繁，据《资治通鉴·晋纪九》记载，
洛阳饥困，人相识，百官流亡者十八九，中央朝廷受到威胁。进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一路南迁，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是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而福建地旷人稀，山清水秀，就成为中原士族隐居避难的乐土。这些北方迁来的人们多沿江而居，开辟田地，发展水利，捕鱼煮盐，烧砖制瓷，社会经济日渐繁荣。为了纪念故土，他们把这条江水命名为晋江。唐开元六年，朝廷设晋江县，史料记载，以其地临晋江，故取名晋江县。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成为福建省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城市。在晋江市的安海镇的安平桥上，端午节的重头戏水上抓鸭活动如期举行。一根长约六米的竹竿上被涂抹上了油脂，人们需要赤脚穿越，把挂在竹竿另一端的鸭笼打开，抓到的白鸭就是胜利的彩头。想要成功并不容易，但过程却妙趣横生。每年的水上抓鸭都会吸引几万名乡亲慕名参观，参与抓鸭的选手当中也出现了很多外国面孔。举行水上抓鸭活动的安海镇位于福建省晋江市的西南部，这座闽南古镇因海而兴，民以海为耕，商品海为市。伴随着潮起潮落，小镇走过了800多年的漫长岁月。南宋时，安海港商船密布，外国的商人沿海上丝绸之路而来，交易着各种山海货物。海上贸易的繁荣造就了安海古镇的百年风华，安海镇如今已经成为迅猛崛起的经济强镇，现代与古朴在这里交相辉映。如今这个古渡口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功能，曾经奔涌的海水也渐渐远去，但是作为安海交通史和文明史的见证者，一座古桥默默地承载了历史的过往与回忆。这座当时世界上最长、保存最完整的梁式石桥，长达2250米，是古代安海人智慧与勇气的结晶。这座桥始建于南宋绍兴8年，然而在那个没有任何工程机械的年代，想要建一座跨海大桥谈何容易，想要修桥架梁，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桥墩问题。海水的冲击比较流水比较缓的地方，它就呢碎木沉积，就是用松木
把它打地基，打了地基，地基上面呢，再放上桥墩，哦，所有的桥墩360几个桥墩都用这样的方法，叫碎木沉积做这个基础。安平桥总共使用了2000多条石板石梁，其中最小的石梁有3吨，最大重达25吨。这些石材都需要从外地运输至此，在古代没有大型机械辅助施工，安海人只能借助潮汐的力量来运送建材。那桥板怎么架上去？叫后槽架梁，就等候，就等候的候，等潮水来的时候，水涨船高，再把这个桥板呢架到桥墩上。经过安海人民十几年的不懈努力，一座跨海的巨型桥梁修建完成。从此便有了"天下无桥长此桥"的说法。在安平桥的中心位置有一座中庭，在中庭的一侧竖立着很多石碑，上面记载了不同朝代的人捐资修桥的数目和姓名。在安平桥建成后的数百年间，虽然历经战乱，屡遭损坏，但每一次安海人都效仿先人，捐出家中钱财，将桥修复如初。2308条巨大石板来自不同的年代，更是见证了安海人接力修桥的善举传奇。经历了几百年的洗礼，安平桥依然静卧在碧波之上，如同一位乐者向人们诉说着那一段段隐藏在历史当中的温情与善良。2018年5月8日，2020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接旗仪式在摩洛哥举行。仪式上，下一届承办城市晋江市正式接过了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会旗。仪式过后，晋江用一个4分钟的节目演出，向世界展示了晋江人的热情，也向世界发出了邀请。其中，晋江掌中木偶的表演给国外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整4分钟的时长，这对表演者之一的蔡美娜来说，的确是一种挑战。晋江4分钟的这个闭幕式演出，这个效果非常好。木偶一出场啊，整个观众这个视觉啊，都放在木偶的这个焦点上，很出彩啊。今天，在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蔡美娜正在复排新戏《翻婆怒》。这出戏需要一个演员同时操控2个木偶，表演难度极大。痛了哦，你也辛苦混改了哦。这个13岁开始学艺，20多岁时成为国家2级演员。十几年来，蔡美娜一直坚持在舞台一线。掌中木偶戏呢，又称布袋戏，流传于闽南地带，可能从近代的时候就有这个布袋木偶戏流传至今呢，兴盛于这个明清时代。哎，这天是周六，本该休息的蔡美娜还是早早的来到了排练大厅。最近，剧团里又培养了一批新的年轻学员。这些学员在艺校学习了3年后，到剧团继续实践掌中木偶表演。现在咱们来做一下。在蔡美娜看来，木偶演员要比戏曲演员更难，也需要学习唱、念、做、打，但是他们的表演却是间接的。演员们不仅要领会剧本当中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而且要将这些领悟转化到手上，再用掌中的木偶表演出来。1、2、3
四五六七八。从掌中默戏演员的手的这个手指的基本的这个动作动态啊，你就可以看出，哎，我是在表演哪一个行当。比如说这个动作，这是一个旦角，旦角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走路的动作啊。比如说这个动作，这是小生的一个走路动作。所以木偶演员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手指操、手指功啊，非常的重要。明天晚上将有一场惠民演出，这也是这批学员第一次面对真正的观众。为了能给他们的从艺生涯开一个好头，蔡美娜希望学员们把压轴剧目《大名府》再排练几遍。在表演衙役给县太爷倒酒的这个桥段时，木偶会有一个喷水的绝活。走马板的后面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这个简单的喷水动作需要两位演员协助完成。为了丰富晋江人民的文化生活，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经常会下到社区、村镇进行惠民演出。2006年5月，晋江布袋木偶戏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让这门艺术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剧团采用了这种以演代传的模式，让年轻的演员尽可能多地去接触观众，因为只有真正的舞台才能让年轻的学员迅速成长。演出准时开始，年轻的演员们在后台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蔡美娜依旧在台侧默默注视，一出《大名府》把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演出圆满成功，这些年轻的木偶演员的从艺生涯开了一个好头。戏如人生，在这小小的走马板上，晋江掌中木偶演尽了千百年的繁华过往。一二三四，而这门独特的指尖技艺也将在这块走马板上一代代传承下去。2018年8月5日，福建正式向金门供水。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金门岛上的居民长期受缺水问题的困扰。经过两岸20多年的努力，福建和金门终于实现通水，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佳话成为现实。围头村位于晋江市的东南沿海位置，它所在的围头湾是供水管道的入海口。围头村也是祖国大陆距离大金门岛最近的地方，相隔9.6千米左右。然而在60年前，围头和金门却是不折不扣的冤家对头。直到197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
海峡两岸关系才开始了另一番景象。啊，你在干哪？这天是星期六，洪建才每周都要用手机跟生活在金门岛上的女儿视频通话。1992年，他的女儿洪双飞在工作中与一位台湾小伙陈应超相恋，但在当时不少人都反对。洪建才顶住压力，支持女儿嫁给相爱的台湾小伙。这一张是结婚照片，当时都很简单，就是我们当时也是算比较简单的旅行结婚。这个92年了，现在20多年了。事实证明，洪建才的决定是正确的。他的女儿洪双飞也成了1949年后打开围头与台湾通婚之门，嫁到金门的第一位围头新娘。妈，我大哟。就在洪建才与女儿视频通话的同时，吴妮娜带着9岁的孩子回到围头的家中看望父母。2002年，吴妮娜嫁到台北，成为了围头新娘。我是那个2002年嘛，然后就是跟我先生认识了，因为就是姐姐她也结婚台湾嘛。然后就有个先例，然后对台湾人也不会说有排斥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朋友介绍，然后就认识了。你到牙河了？一桌简单的团圆饭，却承载着海峡两岸难以割舍的情缘。在围头，像吴妮娜这样的姑娘还有很多。据统计，已有137名围头新娘，8位台湾新娘圆了两地的跨海婚姻梦。她们已然成为一条连接两岸亲情的桥梁。今天的围头村已经从那个没有一栋完整房子的前沿阵地华丽转身，成为了最美渔村。2007年以来，围头大力发展旅游业，金沙滩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休闲胜地。村民增富立竿见影，全村仅渔业生产和近海养殖就创下了近3亿元产值。作为距离金门岛最近的地方，围头村见证了两岸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它就如同一条纽带，将海峡的两端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聚焦中国每一座县城，传承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展示绚丽多彩的丰富人情。多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影像方志。上午8点，晋江市博物馆馆长吴金鹏早早地来到了位于磁灶镇的泉州古代外销陶瓷博物馆，因为对他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有3件新的镇馆之宝将由他亲手放入展厅。这3只釉色鲜亮、造型颇为一致的瓷器名叫钧池。钧池是印度梵语的音译，是一种盛水器具。眼前的这3只钧池器形精美，釉色饱满，经过专家鉴定，这3只钧池均出自本地的磁灶窑。然而令人疑惑不解的是，这3件镇馆之宝并非是从本地出土，而是来源于印度尼西亚。
那么外国的瓷器为什么会成为这里的镇馆之宝呢？瓷灶镇位于晋江市西北部，这里瓷土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以烧制陶瓷而闻名。据地方史料记载，瓷灶烧制陶瓷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晋武帝太始元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是中国陶瓷发源地之一。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宋元时期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海外交通发达，贸易空前繁荣，陶瓷与丝绸、茶叶成为大宗外销商品。而在宋元时期，瓷造窑产品生产工艺博采众长，产品以海外市场为导向，大量销往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东非许多国家与地区。这也就是为什么瓷造窑烧制的钧池会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原因了。他叫吴连生，是瓷灶镇岭畔村人，自幼跟随村中师傅学习古法制瓷技艺，到今天已经快50年了。太高不行了。以前我们瓷灶都是靠这些来生活的，我们土地太少了。就靠这种手拉皮烧这个罐子了，大缸子这些来养活，是这样的。所以哦，一般小4多岁就开始写这个了。由于今天有一批瓷器将要出窑，因此朋友叫他一起来帮忙。由于工艺的进步，现在对陶泥的加工基本被机器所取代。需要将泥反复挤压，去除当中的杂质和土块，让泥质变得细腻有粘性。当地人将这个步骤称作炼泥。将炼好的泥反复揉搓之后，就可以进行拉坯了。虽然现在已经出现了电动转盘，但是老师傅们还是习惯使用这种土法制作的泥转盘。瓷灶窑的瓷器一般都是老百姓所使用的生活器皿，小到杯碗，大到水缸，今天吴连生要做的就是一个陶罐。看似简单的拉坯技艺，其背后却是几十年的反复练习。吴连生的一双巧手让泥土有了灵魂。对于瓷灶镇人来说，陶瓷就是生命，但是各种塑料制品、玻璃制品的出现取代了瓷灶窑瓷器，加之污染等问题，瓷灶的传统制陶行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80年代以后，这些根本没有销路了。我们这边呢，土地少、哦，那时候在开放，开放要建厂的什么、啊，土地太少了，这些就销不出去了。整个岭畔村如今也只剩下这一间作坊勉强维持生计。窑炉里的烟火虽已渐弱，但是瓷灶人心中的火焰却从未熄灭。改革开放以来，瓷灶人又把目光投向了建筑陶瓷行业。
这里是磁灶镇一家建筑陶瓷企业的生产车间，技术工程师王明军正在指挥工人们加班加点。里面的这个，这是一批印度客商定制的产品陶管。陶管是一种用于建筑外墙的异形陶瓷，需要特殊的工艺烧制，同时又要满足耐高温、无辐射、色泽温和等要求，因此生产难度极大。经过上千摄氏度高温处理，高标准的陶管陆续沿着流水线被运送出来，这批产品也得到了印度客商的认可，他们当即表示追加订单，期待更长期的合作。今天的磁灶建陶产业发展已形成企业规模，产业集群效应凸显，并成为晋江继陈代之后的第二个亿元镇，与广东佛山、山东淄博、河北唐山并列为中国四大建筑陶瓷生产基地。在晋江市的东北部，有一个面积只有38.4平方千米的沿海小镇。五代十国时，南唐观察使陈洪进曾令军民在这里围滩筑代，故名为陈代。如今的陈代镇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运动鞋生产基地之一。然而，在40多年前，陈代镇还只是以农业为主的高产穷县。晋江鞋业的兴起，则源于改革开放与侨乡特色的奇妙结合。那以前那些都是那个石头房了，这些里面，那道路也是很狭窄的，啊，所以陈代镇所以的乡镇企业能够发展的那么快，主要是靠的那个，当时我们那时候特别优势。陈代的优势就是三贤起步，就贤林、贤资、贤黄。就是凭借着这三贤的优势，陈代镇村村户户都兴起小作坊，村民们把侨胞馈赠过来的鞋子当样品，连心疼带算计的拆开模仿。在不足39平方千米的陈代镇，很快就聚集了上千家大大小小的制鞋小作坊。这支由锤子、剪刀和缝纫机装备起来的陈代农民制鞋大军，点燃了乌边港两岸制造业的星星之火。这里是陈代镇一家制鞋企业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将要发往俄罗斯的棉鞋。棉呢，压边一定要压到位，不要让它这个有缝隙，把它压。他叫林策荣，是这家制鞋企业的负责人。整个鞋的这个整洁度，包括那平顺。林策荣是土生土长的晋江陈代镇人。作为老一辈的陈代人，他不仅是改革开放初期晋江商业浪潮的见证者，更是亲历人。我们那个时候有在我们老房子哈，然后就召集了几个人，那我们聚集那个时候家人也来帮忙，聚集就是用笔去画，用剪刀去剪。刚开始那双鞋要做的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鞋，就折腾了很久才把这个鞋做起来。老一辈的陈代人迎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勇立潮头，办起了以制鞋为主及相关配套五金、塑料、服装等加工厂。陈代找到了撬动财富的支点。1984年，陈代镇工农业总产值迅速增长，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并被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这一款鞋子的大底结构有三层，第一层呢，这是一场新产品的特殊推介会。来自四川的梁爽作为产品的研发设计人员，
要向部门领导讲解这款产品的亮点和特点。这个好像有点偏暖。每天在陈代镇都会有几万双样品鞋被研发人员设计出来，经过层层的筛选，这些样品当中的佼佼者最终会被批量生产，流向市场。梁爽并不是陈代本地人，五年前他来到晋江的一家制鞋企业从事设计研发工作。陈代本地人，那带我们真的是像亲人一样，我们有什么问题他会给我们去解决，然后会主动问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困难，他们是对我们真的很热情，这个真的是没有觉得一点陌生感。曾经的陈代人不得不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向海而生，而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像梁爽一样的外地人来到陈代镇，在这里安家落户，成为新陈代人，为这一方热土注入了新鲜血液。陈代镇的制鞋产业也从最初的三来一补走上了一条发展品牌、注重创新、自主发展之路。以陈代镇为代表的晋江市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旅游运动鞋生产基地。据不完全统计，晋江市的鞋业生产经营企业已达3000多家，年产量7亿多双，产品远销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已形成纺织服装、制鞋两个超千亿元和食品饮料等5个超百亿元产业集群的情况下，晋江对于如何进行产业升级的思考从未间断。在晋江市的西南部，一座集成电路产业园正在紧张施工建设中。在总规模1.6平方千米的产业园区中，晋江计划以内存制造为切入点，打造成为国内首家具有自主技术的存储器研发制造企业，填补我国动态存储器产业国产化的空白。从一座县城的艰辛求索，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求变，改革开放的砥砺奋进改变了巴闽的山山水水，更开创了神州的万千气象。一江近水东流去，更破云山几万重。千百年来，晋江人一直咀嚼着人稠山谷级的生存之艰，为改变命运而拼搏闯荡。改革开放的天时，濒海临风的地利，爱拼会赢的人和，汇聚起晋江由农到工、从贫到富、由弱到强跨越的澎湃力量。晋江这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地方，用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精气神，继续演绎着晋江发展的传奇。